你安好，疾风知定毛，祝你一帆风顺。终于要动手了吗？下次见面跟我说故事。柏林，撑住，你千万别死。 我一定会伸张正义，先拿海盗开刀，再来就是艾须凡贸易公司。我像海盗吗？别担心，庄庄，马上就有人来救你。 血病吗？一路顺风，嘿嘿，耶！谢谢你，过来，抓抓，走吧。这种破坏力，带领之门根本撑不住。 看，有没有艾泽兰金眼炸死？他太强了，没有目标，需要靠近。
我先选定目标。 炸弹派得上用场，先离船远一点，然后试试看。 需要先选定目标。
哥看，准备好了吗？瞄准他们的火药桶，哈哈，喝污水吧，混蛋！看，他们开始逃了。我们做到了，竟然真的做到了。不过，他们还是有可能回来。如果他们用这种火炮对准布拉勒斯，我先去告诉中尉发生什么事，你再来守望深秋找我。但是要付金币还是鲜血，凡事都有代价，下次换我请客。我一直想冒险。喂，疾风知定锚，一起努力就一定能让库尔提拉斯。我们必须赶到布拉勒斯去警告海军总帅。听到什么风声吗？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。